师傅感觉这么难是没有办法再拿的。河南过来的，我追了你七场了。就是追的那个人，那样你加倍收信。哇，加上这个小玩偶，拜拜，谢谢谢谢你的。二群的时候能加一下河南吗？郑州好吗？我已经七场，每一场都要飞1000多公里来看你的。啊，谢谢。佳儿，你能不能晚点去伦敦啊？办啊！让我转告你们。没事，拖也 OK 的。不会的，继续你们的人生也 OK 的。他是去一段时间，也不怕迟到。佳儿，拜拜拜。你永远都是我们的骄傲，是，永远都是我们的骄傲。他听话的，他不会咬人的。你们是学生吗？我工作了，是老板。你们做什么？老板。什么行业？在国企。你在酒店。你呢？广告行业。哦，那又见面了，不是吗？好，谢谢。在深圳的时候，停车场我准备的红福被你看到，我们都激动死了，没有想到你能下车的，知道吗？太可爱了，他不冷吗？他的毛都没有。他跟我一样。晚点去伦敦。什么？他们也要去伦敦。晚点去伦敦好不好？哦，再看吧。886，一路顺风，一路平安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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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慢点啊，走吧。886，拜拜。好，再见。好，等你回来。拜拜拜拜。拜拜。